此次王菲为该品牌洗发水共拍摄了四则风格迥异的广告片，分别代表该品牌的四款新产品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奢华的皇室片。片中王菲身穿金黄色礼服，头戴纯金皇冠，在泰式风格的古建筑中穿梭。也正是这一则广告片此前曾遭到外界诟病，称它是抄袭巩俐在买成近代黄金甲中的皇后造型。不过别看广告片中王菲只有来回走动这一个动作，但实拍过程中如何走出优雅的古典风韵，还是让她摸索了好一阵。相对于皇室片而言，其他三则广告王菲拍摄起来就显得容易了许多。在平衡木片中，王菲摆起了各种平日里常练的瑜伽造型，尽显优美体态。只是对于这头一夜之间疯长出来的长发，王菲却好像还不太习惯。而在个性片中，王菲百变天后的本色得以全面展现，时髦的造型、放荡不拘的动作，让王菲在拍摄过程中笑容不断。有追风风法辣，自然定型；有追风，美丽自信很简单。虽然这四则广告的内容并无新意，甚至有人觉得它的水准还不如目前市场上其他牌子的洗发水，但是让人惊讶的是，该品牌却拿出了实打实的2000万人民币作为王菲此次的代言费，而且这2000万仅仅是拍摄广告的费用，王菲此后将不会出席该品牌任何宣传活动。计算之下，这位行事神秘的天后此次是以平均每秒露面近17万的高价完成了和该品牌的合作。我自由。不过对于王菲缺席宣传活动，该品牌的老板却并无抱怨。他们表示，当初在签订合同时就已经明确了王菲不需要参加站台宣传的条款。在他们看来，请王菲出山已经能证明自身企业的实力，王菲的缺席宣传并不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产品销量。我相信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，并不是说明星一拍广告它就是说卖得很好。代言人很多人都请的明星了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很多品牌都请的明星，他也没做好，对不对？而据记者了解，王菲此前代言的产品极其有限，近15年来她仅为7个产品代言过，和如今明星们动辄每年背几个代言品牌上身的速度相比，王菲的神秘和低调作风反而能激起大众的关注度。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，王菲不出席洗发水的宣传活动反而成了厂商宣传自己的新闻点，因为神秘本身就是一种策略。新娱乐在线广州报道。